我们要不要少酌一下呢？小帐篷我都用那个吹风机，每次一吹，哇哇就起来了。我，兄弟，给我拿上湿纸巾好吗？那边北黄公园云龙什么的。水冰不冰？挺冰的。挺冰的吧？这边山里面。水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干什么？换人了，干什么？你看你对自己的孩子。Wild， 挺好吃的。野生的草莓，能吃？能吃吗？他最爱吃酸酸的了，他吃吗？摔倒了，气急摔成这样。现在6:30，我们开车回家啦。弟弟已经摔倒了。爸爸，你干啥？生活。棒棒。好，谢谢。嗨。
其他地方人